王居是一间特色明显的服饰店，店内卖的以传统服饰为主，强调的是集华丽、精致、质感于一体的古代唐朝风格。以传统服装来讲，我觉得唐居所要表达的呢，就是说在一般传统的服饰上面还能加上一点流行的东西，可以更贴近民众，而且它对于每个消费者呢，他都有一种怎么讲，最有亲和力的一种呈现啊。就是说像唐居的服饰有很多的系列啊，有民族风，有那个波西米亚风，更有比较潇洒帅气的一种风格，让唐居能够在整个呈现上面呢，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像我们的系列里面呢，有这种针织衣，它非常柔软，非常舒服，也宽松，好，可以达到一种舒适的感觉。然后呢，搭配上棉麻的背心，它有一点时尚感。它的剪裁呢，就是以时装来改良的一种中国服饰，这个也是唐居的特色之一。然后牛仔裤呢，搭配上去的话，有一种年轻帅气的感觉。好，那唐居一直在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突破设计上的一个传统的框框里面哦，就是有展现好多的一个路线。那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欣赏者呢，来我们唐居来寻宝，来能够去找到你所需要的一个传统服饰。最主要我要强调的呢，就是它是天然，它很透气，很舒服又宽松。除了服装之外，佩剑走的也是古朴典雅的路线。我身上所佩戴的呢是蜜蜡，那蜜蜡本身呢对身体的一种按摩，然后会达到全身的一种舒服的感觉。我觉得在佩戴方面呢，可以对身体上面有一种感觉感受。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中国风的服装呢，其实搭配钻石那些是不合适的，可能在搭配这种传统的一种古典的一种蜜蜡上面呢，会达到一种加分的效果。因为服装本身它是唐朝古代传统的一种服饰哈，那我们搭配上一种精致更有内敛的一种佩戴，会达到更好的一个加分效果。有机会来唐居走一趟，打造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